明知道那个女子就是青雀，你依然让她做我后妈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放肆！我想做的事情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智慧。我不仅要娶她，我还要天下皆知，天下来贺。将军，你若现在回去，就是自投罗网。况且你身上的伤还没痊愈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他再加一次魔王？义父，吉时已到，该开宴了。不急，等我们的好儿婿也回来，我们再开宴。今夜注定是一场死局。玉环哥哥，千万别来。跳！跳！不是一场死局。我也要为你四处筹备。云幻出府后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下，义父请放心。只是他去的方向竟然是怀王府。无妨，我们瓮中捉鳖就是。既然无路可逃，那我也不做困兽之道。一炷香的时间，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杀了他。淮军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现在回去找他，我不可能丢下他。夫人，将军下过死命令，若出现今日此情形，我必须带你离开，护你安全。别过来，过来我去掐死他。云幻哥哥，只要有同心骨在，你们就不可能成。我诅咒你们，永世不得所爱。父王，父王，妖女。云幻哥哥。约好了，不管还剩下多少日子，我们谁都不能放弃。公主，江产婆，公主收了，江产婆。